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北港镇的脚步工艺师周秀惠手艺真好，以外也对这脚步作品真有创意佮想法。本次伊参加由美国彩虹者协会办理的国际脚步大赛，以台湾本土宗教艺术新疆民谱为主题，得到第二名佳绩，是相当的无简单。伊嘛期待未来会当有机会，予佮一优秀的脚步作品以及台湾文化被世界看到。认真创作脚步艺术作品，伊是北港镇的脚步工艺师周秀辉。周秀辉是分林在地艺术家，除了有高超的脚步技术，嘛常常将传统的文化也是在地风情作为主题，创作美丽脚步作品。本次伊借着《神将铁卫》这幅作品，参加美国 AQS 国际脚步大赛，成功得到第二名的佳绩。好，这个《神将铁卫》他就是光将手，然后他们都是互相画脸谱，然后开面嘛。我用的是印花布跟染布下 去呈现，然后因为它有色阶的问题，所以我要做出它衣服所穿着的毛茸茸的感觉，或者是比较中国风的线条纹路，都是要用布下去裁切，然后去贴上去，做出很生动的画面，有点像油画，也有像照片的感觉去呈现出来。而且它头上的绣花球，它就是很立体，然后再互相画脸谱的动态感，那是用讥讽的方式去测出它的效果。周秀辉表示，北港是宗教文化相当盛行的小镇，因此伊选了观众秀作为伊的参赛作品。伊嘛表示，因为这是伫美国所举办的比赛，因此相关文件准备拢需要用英语来完成，有时阵甚至感觉准备资料比创作作品搁较困难。我会去做光将手，会有这个机缘，然后是因为我们的庙宇的艺术，然后因为我们是在北港在地，所以宗教文化会比较盛行。那我就呈现光将手，然后因为被我们的老师看见，他说你这幅作品很美，嘿，如果去参赛的话，应该会得奖之类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啊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也尝试看看，所以就询问了老师，然后问他怎么去投件之类的，然后去投看看这个美国这个件 AQS 的。对我来说，他投件其实还蛮困难，因为他全部都是原文，所以我觉得呈现比做作品还困难。目前这件作品在美国巡回展出，周秀辉表示，作品回来台湾的时阵，将会在工作室再次来展出，到时欢迎民众做来欣赏这件站上国际舞台的台湾脚步作品。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